办了一个月了。这个房子蛮漂亮的嘞，为人们服务。这边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是警派出所的嘞。喂，一村一辅警嘛，现在村里都有了。方便。今天在开会是吧？好，来。现在这边办公人比较多哈，然后不像以前了，要东找西找。以前他们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。那里比较挤了。百日会战倒计时。可以了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呢。那我们先走吧。可以了。走吧，你也能参加吗？你以为这个村干部是这么好当的？你要有第一个，你最起码的你是要入党。注册大厅。我这里。下棋啊。微信呢？到时候我们就通知他来看地方嘛。不知道啊，他就联系那个，他们那个培训是外包的，不是他们工商所的，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麻烦。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吧。小兰，我刚刚给那个培训机构的人打了电话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办食品许可证，先报名，报名的话还要去县城听四节课，还要交389块钱的费用，现在怎么弄？去县城？对。这么远？我们上次才去了哎。40节课是什么呀？是40个小时。还有办那个，就是那个营业执照，也要交那个工本费。我们上次办体检不是花了300多吗？按一起办下来的话，就是差不多1000块钱。主要是还要花时间培训呢，还要去宣传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想搞了。那我们要做电商的话，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必须要办啊。太纠结了，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搞，烦得很。先考虑一下吧。